觉得婚姻是一门这个真的很深的学问。那当然我们看到老肖跟 Summer 这一段路心路历程，我们真的都看在眼里，我们这样深深的祝福。像 Summer 跟老肖都是最有智慧的人，那今天以歌迷的这个心情参加偶像的婚礼，是非常兴奋。我觉得他们一点都不紧张，而且以他们的Summer 跟肖的状况，我觉得他们是抱着非常玩的心态跟我们一起见面，就像一个 party 一样。对，特别准备了什么？要不要聊一下？满满的祝福跟满满的，就是厚重的厚重的，然后把三位家的宝贝交给他们出动。哎，对，因为 Summer 干妈希望能够看到他们。我祝福肖先生、肖太太、肖先生、肖太太，长生不老，遇爱，然后永远幸福，希望对开开心心。对，爱情长跑秘诀要不要聊一下？毕竟你爱情长跑秘诀，我不知道。爱情长跑秘诀就不断的一直跑，一直跑就对了。爱丁来了，大家彼此忍耐彼此。有你们闪吗？觉得？不很闪。这方面就先认输，非常闪，非常闪。你们算前辈哈。对，但我们还没办婚礼，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在见习吗？你是不是在想自己？那什么时候？我们不可能电话，这么还在计划当中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毕竟是大手笔。我们没有什么大手笔啊。今天我们讲，你看看演艺圈大红大紫的大有人在啊，我们小草一根，我们就意思意思就好了。讲一下跟这新人的约吗？对，平常交情。我们不要讲，我们讲 Summer 的爸爸，那跟我们那演艺圈那不在话下了，那他是我们前辈的前辈，而且我们虽然了很多年不见了，但是那种感情依旧在。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Summer 那时候搬新家，我们也去的热闹啊，我们很羡慕。那我跟方呢，我们都是婚姻过来人啊，我三十几年，他也三十年了，所以我想32啊，他32，我们现在比长的吗？你好，最重要的我觉得婚姻是一门这个真的很深的学问。那当然我们看到老肖跟 Summer 这一段路心路历程，我们真的都看在眼里，我们这样深深的祝福。方姐要不要讲一下爱情长跑的秘诀，要不要分享一下？我想 Summer 跟老肖都是最有智慧的人，那今天以歌迷的这个心情参加偶像的婚礼，是非常兴奋很开心。偶像之称吗？对呀、啊、老肖我是他的歌迷。今天特别表示一些什么心意？我觉得那个诚意最重要。两位跟新人非常熟，对，他们有没有跟在婚前我们先跟你们聊一下，说哇，接下来办婚礼他们自己的心情上？我觉得他们很 chill 哎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他们觉得这是一个 party， 就是跟所有好朋友们分享他们的喜悦，然后大家都是抱着来玩的心态，包括现在后台的三个小朋友，其实他们也都很期待你们怎么出现了。你要来吗？好，那你们来拍照。我觉得他们一点都不紧张，而且以他们的Summer 跟肖的状况，我觉得他们是抱着非常玩的心态跟我们一起见面，就像一个 party 一样。对对对，秀哥不免俗问一下，今天特别准备了什么？要不要聊一下？特别心意的部分，心意的部分。当然啦，有满满的祝福跟满满的。就是厚重的厚重的，然后把三位对三位家的宝贝交给他们出动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因为 Summer 干妈希望能够看到他们。对，那我们李家的发言人是儿子礼物了，祝福线上祝福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礼物，我祝福肖先生、肖太太、肖先生、肖太太，长生不老。遇爱，然后永远幸福，然后希望对开开心心。很好，不要吵架。而且爱情长跑秘诀要不要聊一下？毕竟你爱情长跑秘诀，我不知道。爱情长跑秘诀就不断的一直跑，一直跑就对了。不断一直怎样？一直跑，一直跑，对。好，像爱丁来了，大家彼此忍耐彼此。设计有吗？你有设计吗？穿着有搭配过？没有。这位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的设计是什么？其实是妈妈买的类似高级睡衣，然后我自己
法是搭了一下，里面那个衬衫领带就比较有样子。但就是，其实就是 dress code 啦，就是女生粉色、灰色，男生黑色、白色这样子。我本来今天还想穿皮衣，可是刚下午遛狗的时候觉得太热了，后来就把皮衣脱掉，就是穿衬衫出门了。OK， 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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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郑启飞先生，今天很开心参加Jam and Summer 姐的这个婚礼，然后也祝福 Jam and Summer 姐可以永远幸福，然后让他们这个 wedding full of adventure, full of joy, and full of laughter。祝他们幸福，谢谢。再想讲一下。开心看到他们都这么快乐，我觉得他们就一直散发很欢乐的气氛给大家，所以希望他们一直继续快乐。这个翻箱倒放，递一下，对对对，谢谢谢谢。有你们闪吗？觉得？哦，他们很闪。这方面就先认输。对，非常闪，非常闪。不过你们算是这个结婚的，你们算前辈哈。我们算对不对？对，但我们还没办婚礼，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在见习吗？你是不是看看场地？对对 对。那什么时候？我们哦 ，sorry， 不可能电话，这么还在计划当中。嗯 ，OK， 好，等你了，谢谢两位，谢谢谢谢。时间对，敞开一下，敞开一下，谢谢。谢谢谢谢。好，请向中间，看向中间，一二三，好，来，那我们向左手边，看向左手边，是一二三，再来右手边。今天特别来要祝福两位新人，就是未来的日子每一天都非常的幸福美好，然后希望未来的他们都能够携手，然后共度所有的难关，然后也可以在不管是遇到挫折还是开心的事都可以一起分享，然后我相信他们一定会非常的甜蜜跟美好，祝福他们，谢谢。严波兄想可以一起来吗？他今天刚好有事情，所以就没有过来，是我自己过来祝福大家。